因为别人都觉得我太冷了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冰冰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应该很多男生看到你这样不太敢追你吧。对啊，因为我身高又高，对，然后就很有距离感。嗯，然后脸又臭。但怎么样都好，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粉丝。没有，我是阿翔的粉丝。电视笑话冠军出来的。后退，来弄一个给他笑，没笑也戏啊。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。果汁。对。电视老郭靖，什么做到的你啊？快进，停了，这就停了。一棵树。一棵树，它这样活了超过1000年，大家会怎么称呼这棵树？哎呦，有你，有可以，电视笑话冠军 ，Oh my God， 你这都危险！什么电视笑话冠军？我呸！好，下一位，欢迎欢迎，头好痛，头好痛哦，还欢迎。有笑容，有笑容。哎呦，不要收，不要收。他的名字叫冰冰，为什么你这么冷酷的外表下还要再叫冰冰啊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别人都觉得我太冷了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冰冰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应该很多男生看到你这样不太敢追你吧？对啊，因为我身高又高，对，然后就很有距离感，然后脸又臭。对，那你看一下你右手边那个是不是很矮？出来了，但怎么样都好，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粉丝。没有，我是阿翔的粉丝。来有酒啊，你有酒啊，你要你还你来啊，来，等一下，你们这把该你哦，这把该我。你们后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一人都有一个。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啊，你是电视笑话冠军出来的。后退，来弄一个给他笑，没笑也戏啊。弄。曲哥结婚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老婆 Vicky 你也知道吗？然后 Vicky 就想说，他们结婚很久，想说要有点新的火花，所以 Vicky 姐那一天就叫他们的诊所去整个型这样。然后把自己整得很漂亮，整得像你们两个一样那么的美艳动人。然后整完型之后回家之后就敲门，叩叩叩，曲哥就应门了。曲哥说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”然后那个 Vicky 姐说：“哈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不记得我了吗？”然后曲哥就说：“哦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我老婆不在。”是呀，我是呀。再加一个好不好？你上诉不成功就 double 处罚。我想一下，糟糕，惨了 ，double 处罚。对，如果我没有上诉的话，就是就一次而已嘛。对，如果上诉的话，没有成功是 double 嘛。对，那我就一次就好了。一人一次哦，没骨气。只有一次哦，没关系，四哥，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个机会，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也讲一个。好啊，如果比他不好笑，你们两个就完。好，人家四哥。哎呦，那我刚那个标准应该蛮好过的啊。来，你预备起。来，好，我问你啦，有一只蜜蜂，嗡嗡嗡，嗡嗡嗡，还阿翔赢了，还没啦，他讲那么长，一只蜜蜂，嗡，它嗡嗡到超过一活到超过100岁，它会变什么？一只蜜蜂变什么？我知道，高龄蜂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么笨的，我幼稚啊。我现在想到不行了。好，该你，该你，该你。一棵树，一棵树，它这样活了超过1000年。你不要把视线转开，你不要把视线转开。它活了超过1000年，然后大家会怎么称呼这棵树？是高龄树吗？不是，不是。答案是超龄老木。哎呦！还在中，我留爱在，还在笑，他们这样笑到过年了。好，等等，你知道高兴？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这我们是连续剧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没有一个一个。对啊，你没过。你在那边插什么话？你没过。所以你要连带处罚啊？对，这我们一起想的。没有没有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办法，你再讲一个好了。上树吗？你要上树？我不要破你的梗，这样。对，好吧，快点快点。刚刚是被破梗，你。好，还有没有啊？我问你啦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？果汁？对。比如说奇异果、胡萝卜汁，啊，这样七个字。嗯。啊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，气氛冷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点尴尬。如果说胡萝卜、奇异果。还没呢，好，好，你不要一直加啦，世界上这样没完没了，对对对，那我问你啊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有十二个字，答案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一字，一字啊，一字来，一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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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你让你的粉丝失望，这一阵势力，这一阵打得不要脸，那个小王那个我的老天让结束有没有？他们喜欢的人都会换人，你知道吗？冰冰来打，冰冰来打，哎呦，要那种力道要像这样的，你不要再弄断了啦，我要那么狠吗？不要，不要那么狠，这个。太轻了，吓吓你，吓吓你！哎，别别别！冰上面都喜欢打，都打就会笑了。难得打啦，我们的哈，他要求。不好意思，你要看着他的脸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你要 hold 住哦。你扶着他的肩膀，你看着他。你说，我要看着他。对，看着他。什么电视笑话冠军？我呸！这样子。对，你要。这太过分呢。来，你要讲这句，我才打得下去。什么电视笑话冠军？我呸！没事，没短。冰冰从刚刚这样看下来，你的个性跟外表是不一样的哦。对啊，差蛮多的。你私底下应该是比较开朗一点哦。我比较傻大姐那一型的。是，应该是她很容易被逗。是，对不对？笑点笑的时候就笑点超低的。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大叔型的。大叔，大叔型的，会教我很多事情的，有深度的男生。你喜欢成熟的男人。那现场你选一个。常常让我们没机会。矮的可以吗？我们常说矮的，身高有限制吗？还是看哥？不好意思，完全不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对啊，直接略过。蛮有礼矮的，是有礼貌的。矮的可以 detail 一点，冰冰嘛，冰冰嘛 ，OK 嘛。请问一下，你单身多久？几个月？几个月啊？那上一次的这个离开的原因是？因为我要上台北工作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澎湖人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澎湖美女哎，哇，厉害厉害！而且眼睛弯弯，那是澎湖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。他没有反应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，刚刚比赛已经过了，比赛已经笑点这么低的人都不会笑。